可以呀、啊。罗晶晶可真会改造你。你以前什么时候用过这玩意儿？讲卫生有素质。这上面还印着两个小人亲嘴的图案，是不是提醒你天天记得亲他？真有一套。四平，你跑题了。好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这话应该我问你的吧。医生说了不能流产，已经有一段日子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注意呢？已经有一段日子了，你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没有感觉呢？什么叫我没有注意？你是干什么的？这孩子弄出来是我一个人的错吗？我不管，我要生下来。不过你不用着急，我会给这孩子找个爹。谁能给孩子上户口？谁能在我喂奶的时候给我炖碗粥，我就跟谁。四平，这孩子怎么能生呢？怎么就不能生？害他的人是你不是我。反正我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可是我也没说不管。你管？你怎么管？你总得容我想想吧。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如果这个孩子还没长成人，我就有个三长两短。他去找你，你可别翻脸不认人。你最好把他安排在你家，或者你的手下，给他找个工作。男的当个搬运工、水电工，女的当个保姆，我就知足了。别到了最后他成了孤儿，一个人受苦，我死都闭不上眼睛。四平，你别说了，都想哪儿去了？你不想我得想，我是这孩子他妈。反正这孩子你不能生。我偏要生。你只要我不死，我就会把这孩子养大，我不会来麻烦你的。四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这叫害喜。女人在这个时候是最苦的。四平，是我不对。小雨，我能求你件事儿吗？什么事啊？你先答应我，你真变了，连我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你都不愿意听。你以前可以为我上刀山的。好了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啊？我就是想吃那种带颜色的凉粉，酸酸的。我现在就想吃酸的。带颜色的凉粉儿。嘿嘿嘿，哎，这玩意儿有意思哈！你说进去时候用按钮，出来时候不用按钮开了。这土老帽还说给我撑腰呢，什么都不懂，丢人心眼。你不就比我进城早几天吗？你说给你牛的，那龙小雨说你第一次不也没进去吗？你赶紧走吧你，小雨马上来了，别给我碍事。四平，那个其实。你干什么唧唧歪歪？说什么？其实龙小雨，他要是不管你，
我管你。哎，你死心鬼滚！昨天，我终于吃到顺口的东西了。你要喜欢吃，吃完以后再去给你买。多少钱？别管钱的事了。这么贵？这么贵你也舍得买？你还是有良心的。思平，孩子的事情还是谨慎一点，别要了。你笑什么呀？我笑我自己小心眼儿。罗晶晶送你的东西，总归还是我用。晶晶打来的。喂，你好，是罗晶晶吗？思平，思平，给我。你看你吓得那样，我根本就没接。没出息。思平，你不要再耍我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直说吧。让我再想想，好好想想。哎，这两天你是不是都没接的电话？是。那你答应我，在我想好之前，你还像这样不接他电话。来，吃一口。我不吃。吃。好吃吗？选这个地儿不错，菜的味道也不错。以后发现什么好地方，要及时汇报啊。嗯，好的，爸爸。喂，小雨吗？是我。对，你跟我说说，那件事情后来怎么样了？程瑶，哎，你帮我一个忙，20分钟以后你给小雨打个电话，你看他接不接？嗯。
晶晶，嗯，别老玩手机了。爸爸今天有事跟你商量。不行，我得先看看你有没有艳遇，然后再决定跟不跟你谈。我能有什么艳遇？那电话上，除了你王叔叔的电话，第二个就是龙小雨的电话，还有几个副总的电话。现在对你爸爸来说，最大的艳遇不是女人，而是怎么把企业做大、上市。这个龙小雨，跟你打那么长时间的电话呀，11分钟，真会拍马屁。你这样不好，对人家有偏见，人家还救过你的命呢。我没偏见，谁打扰我跟您单独相处，我就讨厌谁。哼哼，这话我爱听。我这女儿总算没白养。晶晶，爸爸有事情要跟你说，这需要你的支持和配合。支持和配合，怎么感觉好像让我去牺牲啊？你说吧。我考虑过了，你对管理企业不感兴趣，但是宝春终究需要一个人去继续经营。爸爸总有老的一天，总不能我干不动了，宝春就关门吧？那你找一个擅长经营的人去经营就好了。这个擅长的人如果不是自己家里的人，我是不会放心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你不喜欢看账，对营销不感兴趣，我也不希望把你变成一个整天满脑门子生意、把赚钱当成乐趣的女强人。但是我的家业，我几十年的努力怎么办？我有一个好办法。嗯，把股份都卖了，咱们俩周游世界去。晶晶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爸爸拜托你，给我找一个懂药物学、懂经营或者擅长金融的女婿，最好是经商的世家子弟，和我们门当户对，有过成功的管理企业的经验。他的才能和宝春品牌的结合，一定要一加一大于二。爸，懂药物学，啊，那个什么，还得懂金融，经商世家。嗯，他这么优秀，找我干嘛呀？胡说，林志鹏就不错嘛。知道你对他不感兴趣，我也跟你确定了几个人选。从明天开始，你的任务就是相亲，把这些人都过一遍。我懂，海选呗。也有点那个意思。不要排斥相亲，这是很有效的方式。相亲的婚姻并不一定不幸福。我和你妈就是相亲认识的，可是她去世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想着她，不愿意接受其他的感情，这不是挺好吗？什么自由恋爱啊，一见钟情啊，离婚的多的是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是不符合你所谓的条件的男人，我还不能爱了？爱可以爱啊，但是结婚不能考虑。你们小孩子谈恋爱就像发烧感冒，还不是几天就过去了。可是你对我，对宝春是有责任的，选择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，就是对我、对宝春最大的责任。除此之外，我对你没有要求。爸，你还是对我有点别的要求吧。我，哎，真的，你对我提什么要求，我都能满足你。这事儿我承担不了。我觉得这不是爱情，这是买卖。你先别急着回答我，你先去相几次亲，然后咱俩再讨论。晶晶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也是宝春企业的女儿，你好好想想吧。
龙小雨接我的电话了，我没说话就挂了啊。好在他没有我的手机号，要不然这个检查怎么进行啊？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？我哪知道啊，谁知道他又玩哪一出？反正你是玩不过他。那你是要我帮你问他，还是你自己问呢？我爸发现了我跟龙小雨的事儿，然后在龙小雨的手机里做了手脚，屏蔽了我的电话。你做梦呢吧？你爸那么大一企业家，玩特务玩的东西，神经。我现在是孤家寡人了，男朋友不接电话，我爸又逼婚，你不能不管我。我不是管着你吗？先不说龙小雨了，你还真跟你爸较劲啊？谁跟他较劲了？他不理解我，他就想着他那些生意的事儿。可能吗？他是你爸，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你好。你到底是哪头的？我当然站在你这头了。再往上点，往下的，对对对，就那儿。你别再看了，操那么多心，心情不好，对孩子也不好。我今天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，你真的一遍都没接啊？在听候你发落之前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所以我都没有接。发落？你怎么说的你自己那么可怜啊？真正可怜的人是我。四平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按照你说的办。明天就去买票，回老家结婚生孩子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被人叫成是野种。行。真的行吗？真的。我就知道你是有良心的，你不会那么快就被罗晶晶迷了心窍。那我现在就去买票。哎，等等，明天回家，我今天不去买票就晚了。再说我还要回厂里面去请假，一请假这个季度的奖金就没有了。你笨呐，我们不用回家，你也不用请假。什么？你算一算，从那天到今天才几天啊？还大学生呢，连日子都不会数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可以打胎，我就是想试一试，你是不是对我真的那么狠心，扔下我不管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四平，你怎么耍我呢？我没有耍你，我明天就去医院把孩子打了，我都预约好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折腾什么呀？小雨，我们赚一笔钱，然后就离开这里，远远的离开这里。我现在怀了孩子，怎么走也不方便。我都想好了，再待下去，你就不是原来的小雨了。趁现在你没有完全变，你走吧。不，我不走。你不用这样，我知道你现在刚刚尝到了做城里人的甜头，可是在城里人眼里，你不管穿多贵的衣服，住多大的房子，你还是乡下人。你想想罗晶晶那个朋友用什么眼神来看你？还有罗晶晶，她认真的跟她爸说过你们俩结婚的事儿吗？可是在我眼里，在咱们镇上人的眼里，你是最优秀的，最了不起的。你就甘心低三下四的伺候罗晶晶和她爸一辈子？别说了，烦死。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，你对我还有气。可是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不会给你丢脸的，我专心的伺候你，
你说什么都行，我都听你的。等你考验我满意了，咱俩再结婚，好吗？你真的肯吗？大孩子毕竟会伤身体的。有你呢，我害怕身体补不回来。等咱俩以后有钱了，有房子了，就按城里人的优生方法再生一个结实的漂亮的孩子。他一出生我就不会让他吃苦的，他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玩什么玩什么，把咱俩小时候没吃的没玩的我全都买给他。思萍，你就那么信任我？我做的够意思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对我不好？除非你不是人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答应我，咱俩弄一笔钱，然后回镇上，或者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然后结婚生孩子，过咱俩自己的小日子，永远都不分开。那怎么弄钱呢？我来弄。你怎么弄了？哎，卢晶晶来电话了，快给我。不许接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哎呀，你就别理他行不行？看看他到底搞什么鬼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晶晶，请原谅，我最近被亲戚的事弄得很烦，所以没有联系你。我急需一些钱，你可以借给我吗？总算有消息了。你冷静点儿。给我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我都发过去了，就等着吧。这是诈骗，懂吗？诈骗是犯法的行为，你到时候被抓住一定要坐牢的。骗？这怎么能是骗呢？这是借。我就不信你借了你说你还不上，或者你走了他还会跟你要。这笔钱对于我们来说是天大的数字，可是对于他们有钱人来说不过是一根毫毛。四平，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他们有钱人都要面子，是不会说出去的。你想想，如果罗晶晶去报案，警察肯定得问他为什么把这笔钱，这么多的钱借给你，他会怎么说？哦，他说他为了让你陪他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不是把他和他爸的脸都丢到大街上去了吗？四平，这是不干净的钱，我们之前已经做错事了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你说什么是错的？碰瓷儿？不碰瓷儿，你有现在工作吗？你不哄得罗晶晶开心，你有这身行头，有这么漂亮的手机。要说不干净，也是最后一次不干净，以后我们干净一辈子。最后一回也不行，我不能骗罗晶晶。那我就把孩子生下来，抱到罗晶晶面前，我告诉她这是你和我的孩子，我倒要看看罗晶晶什么反应。你告诉我，他一共向你借过几次钱啊？两次啊，上次就借了几千块钱，很快就还给我了。不行，你这回不能借给他，我觉得不对。程瑶，你老把别人想得那么坏，你自己会不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傻吧你？你们这是在谈恋爱，谈恋爱的时候男人是最讲面子的，他要是没钱，他宁可向男朋友借，也不会向女朋友借的。再说了，你们刚认识的时候他们就找你要钱是要赔偿，我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认识你的目的就是为了钱。你胡说，他有可能跟别人借钱没借着，谁管我借钱呢？你干什么啊？试一下就知道。哎，你别这样。要借多少？看他怎么答复。你管。
来来来，哎，小雨，他问你要多少钱呢？问你呢，要多少钱？哎，行了，当真了？他已经当真，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看，反正开一次口，就多要点，要不就不搞，要搞就搞大的。四平，要钱还是要生孩子，你定。快点啊！多少钱我回给他？啊！你把手机给我。四平，你给我。不给。你给我四平。不给，我就不给。给我。不给。我给。回来，10万块。我真不敢相信，他胆子太大了，10万。我卡里有啊。10万呢，亲爱的，这数不小啊。怎么了？不就管我借点钱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10万呢？你怎么不借给我呀？好吧，你若真要借给他的话，你必须让他打欠条。打欠条？怎么了？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。而且你想，你这不是明摆着不信任他吗？你太伤害别人自尊心了，你太伤害别人自尊心了。你告诉我，凭什么要信任他？因为他是我男朋友啊。可是我在保护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，我刚好也在场。干嘛啊？我要做证人呢，我看他到底敢不敢不还钱。快打。程瑶，龙小雨现在缺钱，管我借钱，还要替你数落，你觉得这合适吗？你觉得他张口向你借10万块钱，这合适吗？他把你当什么了？慈善机构啊？打过来了，小雨，是我，小雨，金江，我借钱的事，我真对不起啊。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你好不好啊？不算好吧。你给我打了那么多电话，我也没心情接。你不会生我气吧？我这边也不太好，要不然咱们见面再说吧。问他钱的事儿，有没有钱问的？那我什么时候去？看你时间吧，你不是着急用钱吗？我有。你不是着急用钱吗？我有。可真够傻的了。行了，还得了便宜卖乖。你别生气了，得了便宜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那不是咱俩的吗？是我们俩一起奋斗得来的，你可别心软啊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我保证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我不会去拿这个钱的。你敢不去？你要不去我就把孩子生下来，你知道我脾气的，我说到做到。这都是债，你跟罗晶晶那样，我心里的苦谁管了？穷人的感情就不值钱了。罗晶晶欠我的，跟他要这点钱，你不用过意不去。等咱俩拿到这笔钱，第一件事儿就是给你爸修个好坟。发什么呆啊？我对不起罗晶晶。活该他傻，有钱人就是没脑子。小雨，这钱你拿去用吧。小雨，这是借条，你应该不介意签个字吧？
你别怪晶晶啊，因为这卡里头也有我的钱，本来我们俩想另外开一个小店的，既然你着急用钱，你就先拿去用吧。那我还是想别的办法吧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先拿去用吧，反正你又不是不还了，对吧？这条先放我这儿吧，晶晶啊，脑子不好使，老是丢三落四的。你们先聊啊。小雨，小雨，嗯，我爸让我去相亲。说要给我找一个能当户对的老公，然后把宝春企业的产业继承下去。你什么意见啊？你爸这么做，他也是为了你好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应该去相亲，应该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老公，是吗？找个门当户对的也挺好，对你、对你爸，还有对宝春的企业都有好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好，好吗？好吗？好，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你放开我！晶晶，晶晶，我爱你。撒手！晶晶，我爱你。放开我！晶晶，狗屁！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爱我还让我去相亲，你爱我还让我去找老公。你撒手！晶晶，撒手！晶晶，你听我说，晶晶，只要你以后能过得幸福，只要对宝春企业有好处，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我都愿意。晶晶，根本就不爱我啊！晶晶。只要我以后能在梦里爱你，我足够了。我们俩私奔吧，好吗？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然后结婚生小孩，过几年抱着孩子回来，我爸肯定不会把我怎么样的，行吗？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你就那么怕我爸吗？我不能对不起罗总，而且他心脏不好，如果我真的跟你走了，你爸一定会出事的。那个时候我发了誓，只要晶晶以后能够幸福，我可以为她活，也可以为她死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爱她。那个誓言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是直到我死都不会变的。你是说为了这份爱，你什么都能做，对吗？对。那朱四平怀了你的孩子，卢晶晶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不敢？我不想伤害晶晶。欺瞒罗晶晶，你觉得就不会对她造成伤害了吗？这种伤害是早晚的事。我当时想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只想尽快妥善解决四平的事。我按着四平给的广告上的地址，七拐八拐地找到这家妇科诊所时，四平早已经进去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故意来这么晚，大概我内心最深处还是希望没有拿到钱，四平也应该不要这个孩子吧。
疼吗？还好。想吃点什么东西？不想吃。四平，好好补补，这些菜都是你爱吃的。我吃不下。一想到这个餐厅这么好，又这么贵，我就更吃不下了。先别想贵不贵的，喝点汤。喝呀。你要多吃，多吃身体才会好。钱呢？拿了。真的？都在这里了。小雨，你怎么了？四平，这钱我们恐怕拿不走了。为什么？陈瑶，罗英金的那个朋友，他非让我打借条。他说这里有一部分钱是他的。怎么又是他？又是这个臭婆娘？人家提出了，我也不好不打借条吧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咱俩走不了了，这钱咱也拿不走了，对吗？罗晶晶即使愿意受骗，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，可那个陈瑶，他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人。他就是证人，何况我的借条还在呢。四平，别这样，我们以后有机会的。可是咱孩子没了，咱俩的孩子没了。不是说过吗？以后还会有的。小雨，我连看都没看见，就自己进去打胎了，不够意思吧？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相信你不会辜负我。怎么会呢？看什么看？没男人喂过你。只有一个机会，不
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，镜子上的指引久久没有消退。这一刻我呼唤，我想你，我已经很累，我没有责备，请不要问我谁谁。拉住你的手，瞬间无语相对，沉默中心与心靠近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。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。镜子上的指引久久没有消退。这一刻我呼唤，我想你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。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